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丛林探险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探险爱好者的青睐，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征服恶劣环境，从蛇虫鼠蚁中开辟出一片自己的立足之地。这种感觉虽然说起来非常的美好，但真要做起来就不是想象中那么浪漫了。在雨林中不仅要克服住房问题，如果在天黑前没把临时营地搭建完，你将会面临世界上最恐怖的夜生活。毕竟光是蚊子就能把你折腾得死去活来。当然在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中也不光只有危险，还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传说，比如只有女性的亚马逊人。这一传说最早出现于希腊神话，但神话不代表一定是假的，现实中真的就存在这么一支亚马逊部落，整个部落里全都是女性，一个男性也没有。有网友就很好奇，那他们是怎么繁殖后代的？难不成和女儿国一样有一条子母河吗？当然这是不太现实的，不过这个部落繁衍后代的方式也是相当彪悍。亚马逊女性非常独立自主，无论针线还是体力活都自己上手，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捕猎都不需要依靠男人。但如果需要繁殖后代的话，就会有长辈带着适龄的少女出门到附近的部落去捕猎合适的男性，带回部落来繁衍后代，等到确认怀孕后，这些男的会被赶回自己的部落。当然如果亚马逊女孩生下的是个男孩，即使是男婴也会被驱逐出部落，所以现实确实不那么浪漫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